晚上好，欢迎回来 No Eat More。 今天小编要开箱的是这个和我手一样大的 Longchamp 的 Panier Pliage。 因为最近就是夏季啊，所以辫子设计呢其实特别的流行，像这一款设计就是完全集中少女心啊。其实 Le Panier 呢在法文里面呢是有篮子的意思，加上这个可爱的辫子细节，真的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篮子哦。而且手袋上面呢还有一些很可爱的小奔马的刺绣，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么小的包到底可以装进些什么，会不会是一个小废包呢？小编就来挑战看看能放进多少东西。小编发现基本要带的东西都能塞得进去哦。如果大家呢有点 budget 但不多，又想投资一个精品的辫子包包呢，小编觉得这一个其实真的还蛮适合的。而且手袋的外形和细节都处理得很好，其实用上个好几年都没有问题哦。如果呢是想要在你的包里面装进整个宇宙的话，那你就要跟这个可爱的小包包说 Thank you next 咯。